推出的 Super Mario Maker， 让你可以尽情发挥创意，创造天马行空的关卡。而没有 Wii U 主机玩家也没有关系， Super Mario Maker 就要在今年年底登上 3DS， 让你可以走到哪里就创作到哪，赶快准备好你的创意关卡吧。去年由任天堂推出，在全球狂卖超过300万片的 Super Mario Maker， 让每个人都成为了马里奥关卡的创作艺术家。但是 Wii U 只能在家里玩，出门时候灵感突然来了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今年12月1日就将推出 3DS 版的 Super Mario Maker， 让你的创作不间断。创作好的关卡，最重要的就是分享给其他玩家挑战。本作支援 3DS 的擦身而过通信机能，只要把主机带在身上，就能和在路上遇到的玩家交换关卡。而不善创作的玩家也别担心， Wii U 版的100人马里奥挑战模式在本作中更加进化，保证更具耐玩性。加上全球玩家设计的关卡，买了这片就等于买了一片永远玩不完的超级马里奥游戏啊！